噔噔，这个是豆元青。哦，它大便了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在我手上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小姐黄世杰，今天跟我的好朋友巴蒂来介绍一种很特别的昆虫，他们在这边的草地上面。阿弟，什么虫啊？我在找那个哲虾。伊咧抓乌壳虾、黑壳虾啦，但是这边有一种很厉害的昆虫哦。江江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无看，阿奶奶在吃啦。我去吃无？卡外，这个叫元青哦。来吧，来看看我们的介绍。哦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是条纹元青。头是红色的，身体黑色的，跟一般元青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鞘翅上面有白色的线条，很漂亮。来，让它走上来看看。它们基本上是不会咬人哦。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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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豆元青来了！噔噔，这个是豆元青。哦，它大便了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在我手上，我的妈呀！巴蒂，赶快来救命啊！你看，它就在旁边躲着啦。好大，它长了萤火虫哦。对，很多人会以为它是萤火虫，但它是有毒昆虫。我跟你讲，它的毒一定要你抓它才会跑出来。等一下会有一个画面示范，它在我们的环境中是初春到夏天很容易出现的昆虫，而且它喜欢吃很多的我们这些叶菜啦、蕨类啦。看到它不用害怕，别忘了红色头部已经早早就告诉你，它是有那么长。啊，有毒，有毒，谁人会使用手抓？因为阮无该用手抓。让它在手上爬，回到手顶爬就无危险，安尼知不？它有味道吗？好像没有味道。大便也没味道哎、欸。不要乱舞动。怎么样有毒？我们等一下用影片来解释。好，我们先抓一只到手上来看看。有无？我看手透明的接出来不？它会从它的关节渗出体液来。有没有看到那个手上有特别的汁？那个就是它的体液，体液里面有元青素，有一些人碰到了他的手呢，可能会怎么样？可能会红肿。那因为我的皮肤比较，你知道吗？犀牛皮，所以已经没差了。而且它会暂时性的装死，哦，跑掉了。好，看完我跟巴蒂的介绍，有没有觉得大自然的这些生物很有趣呢？别忘了哦，大自然拥有这些有趣可爱的昆虫，我们只要爱护环境，不要用药，环境就会有这些可爱的小昆虫让我们看到。乐血阿杰还有巴蒂，什么介绍？乐血介绍。豆元青，拜拜。拜。